享融入中医经络学说，导引术、吐纳气功、气血运用、孙子兵法等内容的武当太极拳法。武当肘式太极拳是以内功为主、养生为用的武当道家拳法，它既可以练习内功筑基，也可以拳法运用，是形、神、意、气、力统一锻炼的武术，内含天人合一之法、修身退元之道，其内实精神，外显光滑，即是养生延年的重功，也是强筋健骨的妙法，是武术技击的方法，是内功外运的内家拳术。如得名师真传，勤学苦练，初级可养生益寿，强身健体；中级可防身自卫，武功御敌；高级可养灵根而壮丹田，周天运转，生生不息，脱胎换骨。其蕴含统统武当太极拳一骨一筋一骨的三义之功，练到极致可通向无极。在教学的时候呢，手里可以拿个教鞭，但是不一定要打。有些动作纠正的过程中呢，特别是我们有些教练从手到腰到脚呢，到头要形成一个整体，力量呢要贯通，所以重心呢在后，重心在后。而
里面，肩肘手啊，肩肘手是弯弓，胯膝盖脚也是弯弓。那弯弓就用作有力量，所以你的肩肘手你的几个地方呢，你得要有劲儿，是吧？不能软手软脚。那左右肩肘手都有劲儿，你相当于六个力点你要去贯通。那就是胯膝盖脚啊，左右这个三个力点也是六个力点，等于上面十二个力点，上面六个力点，下面六个力点，总共就是十二个力点，加上头上一个力点，这个就是传统所说的太极十三式。所以太极十三式不光是在太极里面，体育拳里面也讲究。那我们现在通过这样站，我们在座的大家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试一试，大家你可以试一试，大家一起站起来，站个桩，你就知道这个桩很厉害了。为啥？你可能五分钟都站不到，你就开始到处疼，膝盖疼、胯疼、腰疼，没有哪个地方不疼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站在这个地方，通常情况下，如果就这样不动，能够站上半个小时，那么你的腰腿就很结实了，手上也有劲了，腰背也有力了。那我们的要求是能站一个小时啊，一次性能站一个小时，那么你的三节贯通啊，三体合一就成为可能合一啊，就是全身上下形成一个整体腰背。那我们手啊，现在这样一站呢，我们在站的过程中，你的力量能不能撑把起来？撑把不起来，如果说我们站中你力量不够啊，你就要去试啊，试这个力量，要怎么试呢？比如说，我们第一个提拳试力，提拳试的撑把、拉扯、顶、拧、扭、针，通过这些方法去，然后前后形成针把，去把力量找出来，前后拉扯，上下拉扯。头顶脚踩，手撑背靠，然后我们再试力，收，再放了双手一合，拉扯，这个皮拳式，如果说皮拳发力啊，偏发力啊，皮拳犹如这个锄头啊。如输出的，我们发力是这种发力，瞬间全身上下，像这个锄头，从上到下，脚、手脚、腰叫这个叫五行合，所以一合啊，要把腰、肩、胯、肘、膝力量合住以后，如果说从武术竞技格斗来讲。你这一下出去，基本上就被劈倒了。所以形意拳有句话说：“十年太极不出名呐，一年形意打死人。”不招不架就是一下，不招不架就是一下。所以说，我们首先呢，就是通过武术的学习里面呢，你要去获得功力，力量从哪里来？弯弓。腰背的这个弯弓，肩肘手的弯弓，胯膝盖脚的弯弓，要去在弯弓中去求的力量。这是武当内家拳区别外家拳的特点。外家拳把自己搞直，内家拳想办法把自己整弯，弯到什么程度呢？像弓箭一样拉弓射箭，所以他每个动作都有这个拉弓射箭的这个力量在里面。说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形状整得像弓箭一样，以弓内家功夫的身体上身的，我们你试就知道，这个弓箭不太容易整上去，一整上起来就力量比你现有的力量要大三到五倍甚至不止。好，我们也是这样吧，向前面这个劈拳，左劈右劈再左劈
好，听我口令啊，一。直接去，不用试，不用试的，直接去。好，转身。好，这是一个劈拳，这个劈拳在五行中属金，金克木，像那个用那个金属砍木头一样，就是叫砍柴刀，从上往下这个砍。第二个风，风属木，这个炼丹，风拳呢，这个那个你可以参照前面的，他们怎么练，你可以学习。好，风拳也我们不用施力了，直接发力。好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转身。好，现在听我口令，一、二。这个叫一拳没有打倒，再补上一拳，这个、叫二攻。如果两拳没打倒，第三拳打倒，这个叫三攻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转身。套拳，套拳在五行中属火，它内心啊，就像这个炮仗一样。这个，那么所有力量来自于内腰拳的所有力量来自于腰腿，腰上有力，腿上有劲儿，所以脚五指要抓地，脚跟脚尖呢。像那个树根一样，身也扎到地面，头顶天，后背靠，手往前伸，要上下前后，要带劲儿。好，套拳也直接发力，啊，套拳直接发力，走。啊，这个小家呢是今年才这个解读，所以没有学，但是你们可以唱，可以模仿，我们比较熟悉的师兄。二、三、四，八拳出去像炮弹，上手架，下手打，架打结合，在边架对方的过程中边打，所以在打的过程中呢，后腿蹬一蹬这个力量，这个，打架打结合。打就是架，架就是打，所以这个力量合劲儿，爆发力什么键？好，转身。好，我们那个击拳、崩拳，还有一个钻拳。钻拳练肾，如区区流水，把脚跟力量钻到这个手指尖，如拧螺丝。好，直接钻拳发力，走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转身。这个钻拳呢，多啊，再练一遍过来，一、二，好，转身。好，最后一个横拳，横拳练腰带力，横练功。我说这个。内腰功夫你要有横练功夫，腰带，所以你看平时我转腰带，就是这个腰带会加大你横练左右的这个力量，因此呢，在练横拳更能体现出你的腰带的力量。好，横拳直接发力，一，横拳左右手要贯通，左右脚要贯通，腰跟肩胯走虚手脚，把横通过这种打来，把横力打出来。好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转身。这个形意拳过去是在战场上打仗用的拳法，最早岳飞抗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拳法，所以岳家军战无不胜。在抗击日本的侵略的过程中，华北有一个大刀队叫形意大刀队，他是用形意功夫，所以。这个大刀队在抗日战中杀了很多这个日本的这个武士，他在战场上一刀之敌，一下子就要解决自己的性命，所以形意拳呢是一个比较狠毒的拳，它有三毒，眼要毒，心要毒，手要毒，所以一般呢，这个它作为这个正三拳法，
这个品行德行不好的人呢、啊，不能教这种犬，为什么？教会了以后伤害性大，破坏力大。所以真正虐犬呢，它在关键时候会防身，会致人性命。那你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德行呢，就容易闯祸。所以在五当篇呢，要修道养德。好，最后一遍，很走走，好，一二，好，收拾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现场教学演练就结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向左转。